整机胎的时候，一只手胎，一只手一定要抓很紧。车上有防滚架，你就要抓防滚架。你是抓防滚架，不是抓车架。真要。真的。多圈，多圈。一个多圈的概念，有人多圈哦。好，我们安全帽请尽速归还，好吗？谢谢。欸，安全帽要拿回来，不要说一下车，他卡公公安全帽都有造起哦。对啊，那个我们下午好不容易去大卖场买的，就被我们买光光了，那个热不啊呢？所以你安全帽一定要哦，归还到我们的那个发车区哦。还有在这边哈，薛哥要提醒大家一下哈，因为现在呢时间越来越紧逼了哈，这个我们呢待会呢开放给所有参观的来宾哈，试乘呢哈即将结束，所以呢很抱歉哈，我们现在取消指定。好不好？尽量把握时间，尽量把握时间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一上车就直接上了。你相信我，这次的车手的水准都很高啊。是的，你坐谁的车其实都一样的啦。对，都一样害怕啦，都一样刺激啦。走你条，你刚刚滴滴叫哈，叽叽叫。是的，那个试乘完的。那个各位朋友哦，麻烦那个安全帽请尽速归还哦，因为这样子我们有一点来不及那个出车的速度，因为他们甩尾速度真的是有点太快了。安全帽，对对对，谁要归人拢无好啊吼，开始讲啊吼，做完的做完他是晕，就有点像出面的感觉哦。有初恋也是看到就一直晕了哈。我们那个花圃旁边的观众退回去，左边花圃人都站到赛道上来了，先不要发车，先不要发车。哦，这个很危险哦。有没有看到？扫那么近，观众离开花圃，不要站在花圃上面，红情况，先不要发车，先不要发车，不要发车，先卖发车啦。哎，观众能冲到赛道来得以来呀？观众，我们在我们那个活动赛道旁的朋友们，请后退，跟我们的水泥挡有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赛车会不会失控，以上你们的安全，麻烦各位请后退。对啊，那个赛车手开到一半，突然想到前女友龟狼的不好了，就失控了哦，很常有这种情形，因为他载人。